人活在这个世界来干什么的？啊，你们有没有想过这问题？我这一生早年是学，我14岁就工作了，在抗战期间，啊，没有机会念书，啊，找一个工作，自己可以养活自己。常常想这些问题。啊，看到别的同学都能够念书，啊，都能够升级，我们这个念书的机会没有了。那个时候，有一点空闲，就到水边树下，坐到那去想。啊，为什么到这个时间来？到这个世界来干什么？人生的意义、价值是什么？啊，那么当时给我打击头一个是学，我就想。我是学是因为家里贫穷，交不起学费，啊，连生活都成问题。战乱的时候，啊，我就想，如何能教天下这一些学生不再有嗜学这个烦恼，那么想教育，哎，天天想。就能想出一套方法，啊！但是这一套方法到现在不能兑现。啊，教育要用钱，钱从哪里来？我想的方法是国民税收里头有个教育券。啊，教育捐多少呢？你的收入的十分之一。啊，收入少的十分之一，收入多的十分之一。啊，这笔钱专门用在教育。学生从幼儿园到大学研究所都不要交学费。国家有这笔钱，就不要为没有钱不能上学了。啊，姑娘。完全是公费，啊，每一个人都要交教育费，啊，你的小孩学童年间的时候，一直让他升学，让他有机会读书，啊，想出这个方法了，啊，这从这里起源呢。以后越想越多，啊，到20岁的时候，就有一套很有体系的哲学思想，
啊，所以我跟方东梅先生学哲学，我没有读过哲学书啊，也没有亲近过这些哲学家的时候，没接触过啊，我自己有套胡思乱想啊。啊，我也写了个小册子送给他看。至少他看到我的思想很单纯，啊，也有体系，啊，真想学，所以他就真教啊，让我到他家，等于说开特别班，学生就我一个人，啊，每一个星期天2个小时。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，可是这对我一生产生最大的影响啊！因为我们从小不相信宗教啊，尤其对佛教有反感啊，认为佛教是多神教、泛神教，是宗教里头的低级宗教。啊，从这个课程里面，让我们认识，哦，佛教原来是哲学，不是宗教。啊，但是现在人不学哲学了，把它变成宗教。这老师告诉我的。啊，那我们学呢？我们学佛教里面的哲学，我们不学它的宗教。啊，老师这样介绍给我的。那哲学在哪里呢？在经典，尤其是大乘经典。啊，我这么走进来了，走进来才发现呢，经典里头真有好东西啊，是我们意想不到的。啊，把整个宇宙万物解释得那么清楚，那么明白，超过科学跟哲学。啊，对于人生有最圆满的利益，最殊胜的利益，利益没有边际。啊，所以佛家讲愿，中国人讲智，人要有志气，啊，人要立志。啊，古时候读书，志在圣贤，所以中国的教育，圣贤的教育，啊，教育的目标，成圣成贤，啊，佛法是教育。佛陀的教育，教育的目标是成佛、成菩萨。啊，这才知道，学佛跟学儒没有两样啊！啊，中国人成儒，印度人成佛，其实是一回事情。圣人啊，圣的意思是明白对于宇宙人生的理事通达明白，叫圣人啊。佛的意思是觉，对于宇宙人生觉悟了，不迷惑了，你说不是一个意思？啊，那么中国从前翻译为什么不把佛翻作圣人，把菩萨翻作贤人？啊，这读大乘经才晓得了，
佛的那个意思，包括中国的圣人，包括这个，但是比那个圣的意思还要圆满，还要高深。啊，圣跟他相接近，但是还比不上。啊，这才不得已梵音。啊，梵文的音保留下来，再加以注解。啊，你看注解里都说明佛这个意思，是智慧，是觉悟。啊，但是智慧他说了三种：一切智、道种智、一切种智。我们中国这个智没有这三个意思。啊，觉也有三种：自觉、觉他、圆满。啊，中国觉里头没有这三个意思。啊，所以这种名词叫含多义不凡。啊，它有很多意思在里头，不好凡。啊，用音译来详细注解。我们就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啊，人一生没有志愿，就是没有方向，没有目标。这一生呢，空过了。啊，所以一定要有志愿。那么学佛的人，他的愿通常是用四弘誓愿。四弘誓愿是总数四条。诸佛菩萨还有别愿，别离不开总。总能够摄一切愿，普贤的十愿不离开这四句，阿弥陀佛的48愿也离不开这四句。这个四愿，第一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在度众生的。为了要度众生，没有德行不能度众生，没有学问不能度众生，自己修行没有圆满不能度众生。所以后面的三愿是完成第一愿。啊，你要想度众生，成佛道，一定先断烦恼，成就你的德行。啊，你自己烦恼不断，你怎么能度众生？烦恼断了，你看，把断烦恼放在第一，你才能学法门。烦恼没有断，法门学不成功。所以先断烦恼，再学法门。啊，法门无量誓愿学。烦恼没断，不能学法门。啊，初学的人学法门是为断烦恼，目的在此地。
啊，那么现在学法门，目标错误了。他目标是广修多闻，他不是为断烦恼。所以学得再多，烦恼也多。啊，变成什么呢？变成佛学家，佛门的学者。啊，修行正果与他不相干，把佛教变成知识，错了。啊，这都是我们要知道的。啊，法门学成了，还得要成佛道。正果，正果之后再教人，不会有错误啊。没有正果，你所学法门里头，还带着有烦恼，还带着有业障，不纯。这个东西不纯，障碍你正入，障碍你正果。啊，那么你教别人的时候，会误导众生，那就要造孽了。